谢谢啊，好，来，各位，谢谢大家辛苦一天了，不好意思啊，非常感谢各位新闻界好朋友，那我配合大家，不要急，我配合大家，来，好。谢谢香港、台湾还有各地的新闻界好朋友。可以吗？可以吗？喂 ，Hello。不是大物业吗？喂 ，Hello testing， 听得见吗？没有开，你看我看。可以吗 ？OK， 好，好。没开，没开电，没开。有了。Hello， 喂 ，Testing， 听得见吗？啊，谢谢我们香港本地的新闻界好朋友，以及来自我们台湾各地的新闻界好朋友。今天承蒙香港中华进出口工会林会长热烈的监视、热烈的安排，那香港五大商会全部动员，香港还有好几位立法局的议员。跟农产品、水产品有关的议员也都一起参加，还有香港财政司的陈市长，以及来自台湾高雄，我们高雄市的议员女士先生，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下午这个签约仪式。我们总共高雄市的农会、渔会，以及其他各路朋友，总共签了七个合同跟契约。里面的金额从1年到4年不等，总额接近23亿新台币，23亿的新台币。我们非常感谢香港本地以及各界好朋友对高雄农产品、渔产品，还有农特、渔特加工品的支持。我们向各界好朋友保证，我们一定尽量提供最佳品质的货品。一定不能够让次级品出口，保证出口的品质是受到严格的把关，让消费者安心享用、安心采购，这是高雄市应该要有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香港中华入出口工会的林会长热心的协助跟安排，还有香港各界好朋友热心的安排。未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多来高雄一游，好朋友之间多来多往，高雄、香港两地一家亲，谢谢。我觉得这次香港行政长官林郑女士讲话让我非常的震撼，香港所有的农产品、水产品。居然1/4来自日本，25%日本进口到香港，而我们台湾居然只有占到3.6%。很明显，我们过去我们忽略了香港这个重要的市场，所以未来高雄一定要一马当先往前冲。我们希望未来台湾农特产品以及高雄一起跳入来。能够让占到香港进出口最少要10%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希望回去之后，全台湾农民渔民一起加油，一起认真打拼。谢谢。你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刚才后面那个水果你有没有吃？高雄的水果还没有吃吧？我这一趟讲得非常的清楚，定位经济之旅、情感交流之旅。谢谢你三个问题，请继续。
还是不行。下一位，下一位来看谁。啊哈。谢谢，我不知道马英九跟郝龙斌两位前台北市长来有多高，因为我没有办法比较，但是我感觉人非常热情，东西非常好吃，空间也很宽敞，各方面气氛非常融洽，这是这一顿中饭之后啊第一个直觉的观感。第二个呢，透过交谈之中也觉得里面有学习的机会，也有商业发展的机会，特别我刚才讲的包括农特产品进到香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还有他行政长官致力于香港的转型，增加了科技的含量，未来这一块我们高雄思索高雄未来发展的道路，既有的现在的跟未来有没有办法可能一定一样要加入新的元素，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来参考，大家都有相同的责任感，希望自己所治理的城市能够一天比一天好，这是我的感觉，谢谢。好，请继续。这只是举例而已，举例而已，举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港澳啊、大湾区都没有。我们这一趟来是很单纯的，点对点，然后再来明天到澳门。我们很希望一步一步来，最起码我们希望货能出去，香港的同胞愿意来高雄观光旅游，这是我们定位在基础。因为我们知道不会走之前绝对不会跑，不会跑之前不会飞。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做梦一样希望怎么样天上掉下来钞票啊，天上掉下来不太可能，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就刚才讲这个数字才占 3.6 来说，我们有这么多成长的空间，过去显然我们都没有大力开发，所以未来我们希望香港以及高雄之间最少能做到多来多往，包括邮轮，香港的邮轮能不能多停靠一站高雄，把人流量冲大。那么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香港好朋友上网的时候搜索高雄两个字已经占全台湾第二位，第一位是台北，第二位就是高雄，这都是一点一滴。所以我觉得今天高雄来到香港这一步标志着未来高雄跟香港之间合作会有更多更宽阔的空间，我们希望双方的好朋友就像今天在座的一样，大家能够携手努力来合作努力，继续发展香港跟高雄的经济以及彼此情感的交流，谢谢。市长你好，我是台湾旅游记者周昭宏。像你之前有说你希望说这趟行程所有行程都尽量的公开透明，但是我发现好像今天中午跟特首的会议其实好像媒体被排拒在外，然后所有的议员也没有办法说参加会议，好像限制你。那这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虽然说你有提到说我们主持特别，然后尊重上班的安排，谢谢。我还是一样必须要主随客便，因为大概给了10个客，我们客随主便哈，客随对不起，客随主便，所以我们去他们订了我的名额，可能空间还有餐桌的 table 就是这么大，我们去的时候就要求我们10位以市高雄市政府的为主，所以我们请了这些副市长跟局处长去，我们不敢僭越，我觉得主人这样的安排我们就来配合，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只要能够公开透明的，请各界千万放心，没有必要隐瞒任何事情，好吧？谢谢大家。好，差不多了吧？最后一个，好吧？好，高医生，啊，钟明生医生，来请。市长，你跟蔡英文一前一后出国哦，就离开台湾了，要不要同一天回到台湾？市长你好，我是中华社的高医生。
明天蔡英文一前一后离开台湾，然后呢六月十二号在同一天回台，然后一个是拼外交，一个是拼经济。您觉得这会不会是我们未来2020的这个选战的主轴？还有这个选项？再重申一遍，交朋友、做生意，这是我此行目的。谢谢。啊，谢谢。好，谢谢大家。香港的议员，是我们高雄的议员，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多交谊哈。